二号抢玩具又挨揍了。大哥，你给玩具借我玩一会儿呗？你都玩半天了，就玩一会儿。我还没玩够呢，这是我的，不给不给不给！给我！给我！不玩一会儿咋偷偷的呢？大哥，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，大哥啊！小样，我一个爪子就摁住了，你抢吧。这个我也抢不过他呀，我得先想招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咋又来了呢？大哥，你瞅那边，好像是饲养员过来了。听说今天有牛排。牛排？牛排搁哪呢？这也太容易得手了。呸！你当我傻呀？玩具给我。哥，咱俩各玩各的啊，谁也不耽误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从我眼前消失。哼，好狗不吃眼前亏，走了。你信不信你不听我的话，不让我抱你，我就再买个猫啊，到时候就不宠你，你就再也不是独生子了啊，信不信让我抱不。嘴巴子，这猫怎么还，哎呦，这猫怎么还咬人呢？不是咬狗呢？哎呀，哎，胖子过来，来，有本事再咬一下子，再咬一下子。Zile eu alerg, iar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, să-ți dau un dar cel mai de preț, dar fără niciun... 三毛和二哈的脸哪个更有弹性？ All 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 it was very good. First of all, it's one of my staffs. 好有弹性啊，这个小脸。哎，我弹，我拉。换成二哈试试。把手给我拿下。别动啊，小伙子！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左飞飞，右飞飞，飞呀！你这脸的弹性也太柔软了，这手感，你好像沙皮狗，小傻瓜。从那白人明明天砍到一个姑娘，只想吃肉，老子没挣钱。四川的叫四川人，四川的小伙长得帅，四川的人，四川的瓜，四川的美女人人夸。我感觉我自己还是长得帅，那个就是没人爱嘛。别个那些长得丑，他们都有女朋友。哎呀，好久了。当你和狗狗吵架时候，突然亲他一口。来，公鸡报喜，叫！王三，握个手。
哎呦我的妈！